大家好，我是技术部新调来的，我叫杨光，日后多多关照。还没让你自我介绍呢，你要是业绩第一，这儿所有的人都会认识。这是你的工位，把东西放下。谢谢。去把那边黑板擦了。快去呀，有点眼力见行不行？快快快快快快快！你们要切记，业绩就是你们的生命，你们要誓死捍卫它。所以我们要冲冲冲，而且我们要拼拼拼。非常好，大家继续工作，我期待你们的最佳表现。来了，你还没有上道是不是？杰森，领导，什么事儿？你带一下阳光啊，赶紧让他进入状态。没问题。你好。那以后有什么我不懂的，就给您添麻烦了。哎，我特想问，就他们天天都这样？不是他们。是咱们。你还别说，我在这儿干了好几年了，我都不知道咱们公司还有这么热血的部门。跟业绩关，你说呢？你赶紧把东西收拾一下，待会儿我来找你。那个刘总把这个桌子安排给我了，要不您换个地方放。我这资料放这儿的时间可比你来这儿时间长多了。我这资料就放这儿了，你怎么着吧？我不怎么着啊，你就放着呗。哎，干什么呢？不是我这刚来的，我学习一下，这不都珍贵的资料吗？哎，您放着吧。你还挺有办法的。你好，我叫齐楠，是实习生，之前咱们在赵总那见过。啊，对对对，你好，实习生，你好，我是杨光。我知道啊。啊。你可是咱们公司的名人，上过电视的。杨光，冲两杯茶到会议室去。啊？赶紧叫那个茶水间柜子上红茶，你快点。送茶这事也找我。这都应该他们实习生干的吧？我觉得你这个人找不上道。齐楠是我们随便好指使的吗？他可是赵总的亲戚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你赶紧去啊！好嘞，那个齐楠，哎，麻烦你去茶水间沏两杯红茶送到会议室，就是柜子上面那个红茶。啊，好嘞，现在就去。哦，谢谢。哼，你等着吧。早晚有你好看，好自为之啊。喂喂，小杨，我是隔壁张阿姨。啊，怎么了？你们家小刘有点不舒服，我给他送医院了，你去看看吧。哪个医院？科技城医院。麻烦问一下，急诊室在哪？啊，前面右转。啊。不是，不用了，医生调好。我现在已经好了，完全好了，没事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检查显示你血压偏低，有心律不齐症状。你说我这么大一活人了，心律齐不齐我还不知道吗？要不咱俩加个微信，我再有什么不舒服，我向你咨询一下。我现在还有事，什么情况啊？你给我老实躺下来接受检查。我现在还有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。工作？我记得你好像写的是无业呀。是吗？我是自由职业者，所以小张，哎，查个血常规，做个心电图。好，还抽血是吗？不用了，那么麻烦。我真没事了，医生。我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。血压低，心率不齐，会导致脑供血不足，严重的可能会昏厥。你这么说，我好像确实是有点，哎呀，晕，哎呀，实时监控，
来来，麻烦你啊。哎，妈。阳光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小爱，我给他打电话不接，发微信也不回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妈您放心吧，他呀肯定是把那个静音给打开了，没听见。不是，他一早上还给我打电话呢，后来怎么就怎么都这？哎，我太着急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没事没事，妈您放心吧，妈我先忙会儿，我一会儿再给您打行吗？阳光，这哪里来的救护车的声音呢？啊，就我啊，我接了一个医院的设计。什么设计医院的活啊？我怎么没听刘爱说过呀？啊，这我那个那是这样，我刚新开展的业务啊。什么都别说了，算了，我赶紧上你们家去看看吧。啊，不用不用，爸不用，千万不用。你越说不用越有事儿，我肯定去，你就别说了。我刚想起来是这样，他呀说可能要出趟门，也许没拿手机。行了吧，现在出门什么都可以不带，就是不能不带手机，爱爱才不会这么糊涂呢。对对对对，这是太不懂事了，我回去就说他妈啊。我先挂了，我先忙手头的事儿啊。你忙你的吧，你别管了啊，先这样挂了。好吧，好好，我知道了。哎哎，护士您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刚才送过来那个女患者叫刘爱的，在哪个病房啊？我帮您查查。啊，你是刘爱家属。啊，医生你好，我是她老公，她现在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别着急，你来的正好。她有什么病史吗？病史？平时身体挺好的，吃嘛嘛香的。这家族病史呢？我丈母娘身体还挺好的，老丈人已经走了，所以我也不太了解。老丈人有心梗、脑淤血这种病吗？没有吧。应该不会有。那他怎么走的呀？他是离家出走的，啊，不是去了另一个空间的意思。好吧，从你妻子的情况来看呢，他很有可能是急性心肌炎。这个我还需要检查的结果，再来做进一步的判断。不是，这心脏怎么就出问题了？不是，他怀着孕呢，这儿。妊娠期呀，啊，几个月了？三个月了。他是轻微症状，问题应该不大。不是，他人呢？我能见见他吗？他正在接受检查呢，要不您在这儿休息着，等他一会儿检查好了，您再进去。谢谢您，不客气。不能见。哎，先生，这你不能随便乱进的。啊，谢谢。我叫刘爱，我约的是10点钟无痛人流，帮我查一下。你的手术已经取消了。取消了？不可能，谁取消的？我取消了。啊，阳光，谁让你取消的？你什么时候取消的？我在网上取消的。怎么了？医生，我是患者本人，他取消了不算数，帮我加一台手术好吗？他说的不算数，我是孩子他爸。我是他妈，听我的，帮我再加一台手术。不加了。听我的。今天手术都已经满了，最早也得下周。下周可不行，拜托通融一下。通什么融？来不及，别跟人添麻烦。不是我，刘爱，我许文佳，老同学。佳佳呀，
许文佳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了。对对对，你来这儿是孕检，怀孕了？何止，这都二胎了。哎，好厉害啊！哎，刘爱，你还是这么漂亮，班花就是班花。想当初啊，咱班就她和小莲两朵金花不分伯仲了呢。哪有，现在都老了。哎，这你老公吧，长得挺帅啊，眼光不错。对了，来这边干嘛呢？老爸，那个咱俩来错医院了，咱们应该去的是人民医院，来错了，我们还有急事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个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我们先走了。好的，再见。好的。哎，护士，告诉你，王光，你死定了。死定了！我保卫孩子，我认了。你干什么？你要去哪儿？别跟着我啊！我跟着你怎么了？我保卫孩子，我义不容辞。我你。警告你，你要是再跟着我，我……你怎么着啊？你跟着你怎么了？就喊保安了啊！喊保安是威胁你老公啊？保安！行了，我就不信没人治得了你，啊！都死角帅哥，这生个孩子基因得有多优秀？哎哎哎哎！我说祖宗，您要时时刻刻记住您的淑女形象好吗？你知道什么呀？这生育是女人的本能，人类学上说了。我们所做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生育后代，这为了让后代更优秀，才有了那么多推动社会进步的发明。是是是是是，祖宗教导的对，真长知识。我现在过去了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没问题，哥们都给你弄好了，去吧。嗯，来，加油啊！哎呦，不行不行，我紧张。紧张什么呀？去吧，为了爱情啊！不好意思，我没来晚吧？怎么是你啊？我们公司给你寄的道歉礼物，你收到了吧？那些啊，我送给我司机了。还有事吗？没事，请离开吧，我在等人。那你怎么不问问，你现在等的那个人，他是不是我呢？你？对啊，许阿姨让我来的，没想到吧？我们两个还真的挺有缘分的。许阿姨没告诉我，我等的是个女人啊。怎么不接了？啊，我今天早上在路上。行了，扯平了。什么？扯平你上次把我反锁在洗手间里面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没事。哎，索菲亚，你认错人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好吧，那既然我们都给彼此留下这么深的印象了，那不妨我们就开诚布公的聊一聊吧。聊什么？聊一聊你对事业的规划呀，聊一聊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，聊一聊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运动。别绕圈子了。你不就想让我聊聊你吗？像你这样的女孩吧，无非是想找一个多金又帅、拉出去撑面子的男朋友，闲时带你春日赏花，
夏日赏雨，满足你对浪漫的一切幻想。忙时不能陪你，就给你买单，让你尽情享受有钱人的奢侈生活。我说对吧？我觉得你说的。不过这些我都做不到，因为有钱又闲的人，只会出现在童话里、偶像剧里。我觉得你刚刚这么说真的特别片面，你根本就不了解我。我们才见过几次面，我们没必要因为这样一件事情搞一个辩论赛吧？每个人不都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一点，对吧？对。更何况我的要求也很奇葩，你未必能做得到。你不说你怎么知道我接受不了你的奇葩要求呢？一个月之内结婚，三年生俩。啊？这就是答案。行了，让我秘书过来吧，我有重要文件要签字。秘书，哎呀，绝对是你，以后常联系好吗？你们要拦的女孩我早就感觉在晚上了。哎，朱凯，你耍我是吧？你明明知道你刚才还什么？你这不是你自愿的吗？我自愿的。我自愿的，一路走好，不送。祖宗，什么情况？你这是什么什么？你什么情况呀？他就是临时赶约，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啊？那这人还跟你聊这么半天？行，视频呢？录视频了没有？这，快，给。看见没有？我走的时候他还笑了，那就证明他刚才根本就没跟我生气啊。你这中毒太深了。不是大姐，你这有什么情况啊？你别吓唬我啊。你想啊，他早就知道我不是跟他相亲的人，他刚刚还花时间耍我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就证明他对我感兴趣啊。所以现在我觉得我已经迈进了一大步了。哎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只是感叹你这种自信心，真的说个谎话连自己都能骗了。哎，没打着，学着点吧。啊，你这祖宗您说，去给小祖宗我买杯冰咖啡，我要消消火。哎，又怎么了？别拉拉扯扯的。我知道你每次都能给你吃的东西找一个合适的借口，但是最近你这情绪不太稳定啊。你情绪才不稳定。我是说，哦，你是说我查查没用？哎，对吧 ？KK， 还是你对我好。必须的，够意思吧？大管家。怎么着？小祖宗，我记着了，走着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女儿，来，妈妈给你弄点水果。嗯，谢谢妈，妈妈辛苦啦。哎呦呦，给你一个。嗯，我闺女最孝顺了。嗯。你说说，我这闺女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就嫁不出去了呢？哎，妈，你这话乍一听吧，是句特别好的话。漂亮、孝顺，可是仔细一琢磨吧，你拐着弯骂我是吧？嘿，你死丫头！哎，你呀，给妈个痛快话，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我带个男朋友回来？快了啊！哎，看来有人选了。哎，那你快跟妈说说。哎，但是你一定要记住。要三高，学历、收入、身高，你记得挺清楚嘛。哎妈，你看别人家的妈是怎么让自己闺女找对象的，人家也是三点啊。哪三点呀？要对你好，对你好，还是要对你好。哎呀，男人呐，只会一时对你好，能对你好一辈子吗？要我说呀，不如妈那个三高来的实际。哎，
你看看那刘爱，他当初找阳光不也图对他好吗？但现在看来呢，没找对人儿。你说这两个人都是工薪阶层上班族啊，每个月都指着那点工资生活，想生个孩子吧，还得考虑来呀，考虑去。等一下嘛，怎么了？你知道结婚孩子了？哎呦，这么大的事儿能瞒得住啊？哎，就你姑，三句话两句话这么一套话，阳光就什么都招了。哎呦，这个姐夫呀，怎么嘴巴比我还大呢？啊，你嘴大？那你是不是什么东西还瞒着我？你没跟我说？你没，妈来，吃葡萄啊，来堵住你的嘴啊。哦，我也堵住自己的嘴。你臭丫头！看电视，看电视。白姐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别提了，我被阳光给套路了。现在准备回家三堂会审呢。哎呦，不是吧？是姑让你回家呀、啊？你都不知道，在电话里跟我嚷嚷，说我现在要不回家的话，明天上我们家逮我去。姐，你刘爱是怕事的主吗？这孩子在你肚子里，你主动权就在你手上呀。哎呦，说的容易，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快到了啊。哎，妈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别拎不清啊，自己的事儿还没管好呢，还去管别人的事儿？我没有啊，什么都不管。我看天气挺好的，我晒晒太阳，补补钙。行，不管就对了啊。没管，您忙着，啊，对。哎呦，吓死我！我这个心脏。高总，合约已经确认了，就等您吩咐以后开干呢。大家辛苦了，今天工作已经结束了，下班吧。您是说今天不用加班，直接就可以走了？需要我再重复一遍吗？不用，谢谢高总。喂，是我。我想问问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？我想跟你见个面。这什么药啊？吃饭身体可受不了，要不你先把这药给吃了吧。没事，杨哥，不用担心我没事了。哎呀，你要把茶几上那些小孩的衣服都给我收起来，然后到时候送给隔壁老王太太家。他们家要生孙子了，行，知道了吧？哎呀，要不你把药吃了吧？不用，
我跟你说吧，这人这一生啊，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。什么了不起的呀？不就是个孙子吗？有什么呀？我不要。哎呀，别着急啊，没事，把药吃了，好好休息休息吧。啊，你看我一个人不是也把他带大了吗？还这么好，是，是吧？特别好。这天下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哎呦，真的，天也塌不下来，是吧？还有什么大不了？呀，你啥时候？哎呦，怎么了妈？这快把那孩子快挪走！哎呦，我看不了！哎呦，我天，我看不了他！我吃了，妈，我右手，我右手，你先把药吃了。这怎么还吃药了？看不了，真是看，这件粉衣服我一看到我就吓掉。那年冬天啊，爱发烧了，大半夜的。哎呀，过年的时候，哎呦，你看。穿着这件衣服，哎呦，我就抱着往医院跑啊，然后一下子卡了，腿上青了，三个月都没好。哎呀，还就这件衣服，还记得清清楚楚的。当时买好像挺贵的吧，没用了，赶紧给老王太太家拿去。哎，你把药吃了。该吃也得吃啊，人嘛都得坚强的活着。少了一个，这这水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我们是不是跟我们这儿演戏呢？演什么戏啊？这么大岁数没看出难受来啊？那肘子都放了三天都没吃。肘子都没吃啊！啊，完了，那是真病了。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跟我说呢？生病了？没事儿。哎呀，没事儿。你说，哎，你先坐下，你先坐下。哎呦，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哎呀，这快把它收了。拿了，回去拿了。哎，你说看不了。黄爷，我知道了，您是不是因为孩子的事儿上火了呀？哎呀，对不起，妈。其实我也挺纠结的，我也特别想生这个孩子，可是现在我跟阳光确实是非常时期，你说生下来我们怎么养嘛？对不起啊，妈。哎呀，说什么呢？没事儿，跟生孩子没有关系。那孩子在你肚子里边，你想不想生，都得自己决定，是吧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只要你高兴，你开心，妈都支持。妈，嗯，那吃药前您不是这么说的呀？我改变主意了，真没事儿，不要就不要，没事，大不了就断子绝孙呗。啊？别呀，不是，没那么严重。没有，我是跟你说另一件事儿。嗯，什么事儿，妈？看，存折，猜猜，里边有多少钱？这我。20万呀、啊！这么多年，你妈省吃俭用攒下来的20万呀、啊！是这样的，我也想跟你们两个商量一下啊。我一个老同事的儿子正在做一个什么理财的产品，哎呀，收益特别的高，所以我已经答应他了，这个钱就交给他了。这收益太好了，是吧？有份额吗？帮我们要一个呀？没有。他说了，这个优惠就给我，因为我跟他妈关系好，别人都不行。阳光，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怎么可能这么高的利润呢？那高利贷也不可能。万一呢？什么万一？不是万一，没有万一的事儿。妈，你听我说，不是我跟他妈的关系特别好，他骗谁他都不可能骗我。妈，你理智一点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您辛辛苦苦攒的这20万，你给他了，然后他每年给您4万块钱，高利贷没有这么高的利息的，所以咱不贪心啊，把这钱踏踏实实留着，好不好？我留着干嘛呀？留着你买点好吃的好喝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这岁数还吃啥喝啥呀？我这原来就是给孙子攒的，孙子没有了，我要钱干嘛呢？这不是孙子的问题。
不是，我不要，您攒点钱不容易吗？不是，你被人骗了，那钱不就没了吗？是我要钱干嘛呢？不是，我不要，您攒点钱不容易吗？不是，我不要，不是我妈，我不要孙子，你到什么？我要孙子，不要啊，妈，我上。哎呦，我可没这个意思，我没有说要你生的意思。生，老公。晕呐，哎呦，晕，药劲儿上来了，哎呦，我得躺一会儿去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躺会儿。老婆，嗯，你这箱宝贝咱放哪儿啊？你妈给你留这么长时间挺不容易的。扔了吧。扔了。销售总监，女，要求身材好，气质佳，业务能力强。这不是说的我吗？离我们家这么近，这靠谱啊！我先把这记下来。刘爱，你能不能？哎呀，你别烦了，我跟你说了吗？我找工作呢。告诉你啊，我妈这个人吃软不吃硬。你想啊，她让把衣服拿回来，她又没说不让我扔，对吧？不是，你不是跟你妈都已经说好了吗？你连外孙子的钱都拿回来了。钱我当然拿了，你傻呀？5万一年，利息1万，怎么可能呢？这钱我要是不拿回来，她连本金都收不回来。那你这么一来，不等于骗了你妈吗？怎么说话呢？阳光同学，我告诉你啊，谎言有的时候是善意的。你想啊，等我妈知道她被骗了，她是不是得来感谢我？这月薪可以啊。坐，红庆。你喝点什么？不用了。这么多天了，你怎么也不去找我？找你，你会这样吗？不会。所以啊，我太了解你了。既然你这么了解我，那你知不知道我今天来找你是为了什么？我其实也想知道。 David， 我已经坐在你面前，就在你眼前，这就代表我给你一次机会，给你一次改过自新跟我认错道歉的机会。好，你冷静点好吗？事儿都出了，我不能装没发生吧，我不能当孩子没有吧。我想后悔，但是后悔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10万块钱你先拿着。错的是我，所以我愿意净身出户。我让你净身出户了，咱们家我是户主，我说了算。咱们结婚10年了吧？嗯。10年，这么长的时间，难免谁会出一次错。你把钱给那个女的，跟她说，这个孩子绝对不能留。让他从此以后离我们远远的，再也不要见你。如果你做得到，那咱们还是夫妻。不用了，我好了，不用了。
我已经答应他，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什么？你再跟我说一遍。亲爱的，这真的很难说。多年夫妻，我真的不希望是我先说那几个字。对，年轻的时候你跟我说你想要自由要快乐，不想要孩子拖累你，你现在什么意思？年龄大了你又想要孩子，想享天伦之乐了是吗？会儿吧，急。哎，妈，妈，那刘爱要把那箱子扔了，啊，已经扔了。你说你这么大一男人，有点主意没有啊？他扔你不会捡呐？哎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两个女将，一个比一个厉害。
扔哪儿去了？嘿。你好，哪位？我许文佳。佳佳。嗯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明天咱们大学同学聚会，你得去吧。明天啊？啊，可别跟我说你不去啊！男生们就等着见你们俩女神呢，给个面。不是，明天我好像真是有个会要开，所以。别好像了，我刚刚在群里已经发了，说你明天一定会到。明天见。行吧，明天见。嗯。